大将军以为，上次宫门之变后，司马懿将如何应对？这也正是我看不透那个老匹夫的地方。一般人，要不就束手就擒，要不就鱼死网破。这个老匹夫，焉能安之若素？大将军视他为神人，自然不可理解。 但若以常人之理而夺之，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。此话怎讲？司马懿他怕了。自从上次九死一生之后，他寝食难安，不然为何带着司马师鬼鬼祟祟的夜半出城？你的意思是，大将军试想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 能让当朝太傅深更半夜出城一探？难道这个老匹夫竟敢私养死士？消息准确吗？ 我们的眼线看着他夜半出城，不准确，我也不敢叨扰大将军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打探死士的确切所在，就可用谋反罪，将他一举扳倒。大将军成功与否，在此一举，机不可失啊！你让我。 派司马懿去樊城，不正是调虎离山之计吗？不错。司马懿离开以后，我们可以从司马师和司马昭入手，一切就得好查了。司马昭，你有把握把司马昭套住吗？ 他会对你说实话吗？这样自以为胸怀大志、对父亲不满的小子，很容易拿捏。而且我们有他的死穴，是什么？野心。 司马懿处处压制司马昭，不希望他与司马师相争，凡事都排挤司马昭。司马昭心中怨恨已久，倘若大将军可以许诺，日后将司马懿的爵位继承给司马昭。 启禀陛下，启禀太后，东吴大将朱然率吴军急攻樊城，樊城地势卑下，敌众我寡，急需派大将前去救援。那就快派援军吧，大将军，看谁领兵合适啊？樊城乃襄阳门户，樊城师则襄阳威，襄阳威则东南震动。 如此军事要地，非大将忠臣不能救。臣与太傅皆都督内外军事，然而臣身兼皇宫数位，分身乏术，只好劳动太傅带兵驰援了。朱然不过五万大军，且久攻不下，士气已弱。
派荆州刺史带30,000兵马驰援足矣，何至于劳动当朝太傅？是啊，此法不可视。太傅的身体那是大不如前。是啊，当年关羽围困樊城，险些危及许昌，连武皇帝都亲征救援。如今满朝军功以太傅居首，不让太傅去，还能派谁去？如此炎热的天气，让太傅急行军出征，是何居心？住口！身为人臣，焉能以暑热而居国事？启禀陛下，启禀太后，臣愿领兵解樊城之围。如今正是炎夏六月，暑热难当。太傅毕竟年事高了，大将军，就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将领吗？回太后，樊城危急，民心慌乱，承蒙大将军信任，臣虽老迈，但万不敢安坐朝堂。太傅，樊城地势低下，易遭水灾，如今又当雷雨之际，为了不重蹈水淹七军之覆辙，还望太傅从速出兵。洛阳去樊城不足千里，以8日为期抵达前线，可否？大将军言之有理，唯大将军命。不是我说你，年纪那么大了，跟他们争什么兵权呢？不是我争，那是曹爽硬塞给我的，我就全当领了他这份好心。他能有好心吗？这炎天暑热的，我怕你身体受不了。现在到了我这个位置，盯着我的不只是天子一人。这战场上刀枪不长眼，曹爽这个人年轻气盛，狂妄残忍，他是个不知节制的人。我还怕了打仗不成？你呀，就在家好好管教好昭儿就行。你的儿子你都带走，起码他们在你身边，我还能安心一点。哎呀，这天怎么这么燥啊？侄儿，何事啊？这次出征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既然又是曹爽的奸计，我想调些死士过来保护爹。我自己带的兵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倒是担心，他们会对你和昭儿下手。你记住，我走了以后，好好约束昭儿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切记不要透露北山之事。放心吧，爹。走。公子，这日头太大了，找个阴凉地儿歇会儿再走吧。救命不救火，歇不得。咱俩的屁股都磨烂了，汗一记啊，杀得火，要不明天能坐车吧？你不行，你坐，哪有将军坐车？好好好好。
我陪你骑马，那咱上马吧。 大将军，门外已经排到150人了，刚才还有官员中暑晕倒了。杀风景，挑出10个官职最高的留在府中，其他的让他们回去吧。天天赖在门口堵路啊！是。 这眼见得司马懿生死难料，一众官员就着急投奔大将军，这是好事啊。大将军还是应该见一见，现在正是招揽人才的时候。嗯，丁郎中所言极是。难得二位也有意见统一的时候，我倒想听听何驸马，你有什么点子？ 大将军言重了，说到收拢人心，大将军何不派夏侯玄出征西蜀，为大将军建功立业呢？这个似乎不妥。防守西蜀的都是司马懿的人，夏侯将军去了恐怕指挥不了。我就知道丁郎中不会同意，但是在下心中还有一人选，送过去就是一招妙计。谁？ 司马昭，这不等于把功劳白白的送给那小子吗？不行。哎，不是让他立功，是让他孤立，孤立了就会害怕，害怕就会有所为，有所为就会暴露他司马家的原型。这个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哼，你说什么？ 曹爽和征调我二弟，对，大将军为主帅，我是征西将军，子尚为征蜀将军，是我的副将。不行，有何不可？你当年也随我出征过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今时不同往日啊，大哥。现在我爹和曹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。子远，正因为有了宫门之事，我思前想后，才同意子尚随我出征。 令尊和大将军现在同朝为臣，却弄得将相不和，突然让东吴和西蜀有可乘之机，何晏举荐子尚，也是想太傅示好，何不趁此机会让两家修好呢？更何况，子尚为我副将，我必定可以保他周全。大哥，你要我跟你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现在我爹不在，也让我把昭儿扔进曹爽的大军里，绝对不行。 说来说去，你是不信我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曹爽。子尚可收到我的书信？收到了，这是真的。大将军要封我为征蜀将军，坐。不敢欺瞒子尚，这还是我向大将军建议的。子尚久有立功之心，但太傅在朝。 总是让子尚韬光养晦，今日大将军在讨论伐蜀人选，我便以向太傅修好为由，劝动大将军给子尚一席之地，子尚不会怪我吧？平叔肯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怪你？平叔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每日困守田垄，避若复生，做梦都想回战场。
但是我现在又有些后悔了。为什么？此次征调的都是大将军的亲信，虽然是夏侯玄领军，但其他的曹氏将领都对太傅的误会颇深，我只怕你会有危险。不行，如若子上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百死莫属。我现在就去请大将军收回成命。听说你的爱护之心我领情了，但我愿意冒这个险。子尚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要让我爹重新相信我。我不想一辈子做个种地的中郎将，还不如战死沙场来的痛快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何父吗？子尚，我希望能看到你振翅高飞那一日，却不忍看你冒险。如若你真的要去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带上贴身护卫。请请请请请。切记，记住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你现在就去上书告病，绝不能跟着曹爽的兵马去伐蜀。娘，大将军那也是为我争取的机会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。他这是在害你。你爹被曹爽弄得无一日安宁，他能对你安好心？你爹不在朝内，你身边无兵无将，你要是跟着曹爽，那就是孤身入狼窝。狼窝我也要去。你说什么？娘难道愿意看着我一辈子在洛阳种地吗？种地有什么不好啊？种地能让你平平安安的活着。我就是不想平平安安的活着。娘，我想上战场，只有战场上我才能甘之如饴。况且现在满朝文武都知道，连我自己的爹都不信我，他把我隔绝于朝堂之外，防我如防家贼，我就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。昭儿，你爹他不是防你，正因为他看重你，知道你年轻气盛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磨练心智。娘，那战场上不是更能磨练我的心智吗？儿子年少就从军了，跟着爹和大哥走岐山、打街亭、定陈仓，攻蜀抗吴，大小战役不下数百，这不也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这娘放心，儿子在战场上是有生存智慧了，肯定能保护好自己。如今爹都六十了，大哥又掌攻进卫戍之权，只有我是这个家的废物，这让我怎么甘心啊？娘，帮你娘把针穿上。如今大战当前，这就是天赐良机，我若再怯战告病，那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？娘就成全了儿子吧。儿子决心已下，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，谁也拦不住我。撤！撤！撤！嘿！放心吧，锦叔，一路上都防备着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需要三十个人，子尚要跟曹爽的军队出征，我不放心，得有人保护他。你爹的意思呢？来不及告诉爹了。那不行，你爹不点头，我不能跟你。锦叔，事急从权吧。这
不是小事。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，你家可就是谋反的罪名。一旦子尚出了事，就是要了我娘的命。结束的人，个个机警善战，百里挑一，我信得过他们，我更信得过结束。大哥今天去哪儿了？一下午都不在。你这次出征过于蹊跷，疑点重重啊。大哥也来拦我？谁说我要拦你？我有30个亲信，会安插在你的亲兵队伍里，每个人都武艺高强，亦可当时。我会让他们昼夜两班保护你的安全。他们不是军职。不是，所以你也要保护好他们，不能让旁人察觉了他们的身份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就当是我临时招募的家奴吧。别问了，都是为了你好。这把不错，带上它。知道了，大哥和爹都是为了我好，谢谢大哥。你不该埋怨爹的。我不敢，我只是不想辜负我的姓氏，我也是司马家的人。哥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过去的事别提了。嗯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回来了。宫里面有些事，处置了一下。哦，凉了吧？我给你热热去。没什么大事，娘呢，就是心疼儿子。子尚这次出征，家里都挺担心的，没事。以前舅舅和爹不睦，我总以为那是父辈政见不同，不会连累我们下一辈。可是，我现在真的害怕了。子渊，你答应我，多想想我和女儿。不要再和大哥为敌了，好吗？这么十几年的夫妻了，不管曹爽怎么样，我对你都不会变的。大哥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会与他为敌呢？放心。嗯。夏侯玄，末将在。允你士卒50000，3日内
兵出洛谷，领命。郭槐，在。命你随夏侯将军先锋，以见奇功。领命。邓阳，末将在。你引步兵两万从斜谷入蜀，与夏侯将军护城犄角之势。领命。差点忘了，我们的点龙中郎将啊！司马昭听令，末将在，命你率兵三千。算了，子尚，你就在兴市驻扎，见机行事吧。啊，大将军，此举似乎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司马昭在蜀地征战多年，对蜀军的战术极为了解，况且他是我的副将，理应与我一同出兵。大将军，司马昭不才，愿为大将军马前先锋，为大将军伐蜀伟业略尽绵力。太初啊，他是太傅的爱子，怎能轻易涉险呢？若是子尚有什么差池的话，我如何向太傅交代？可是你也知道，蜀军狡诈，擅长偷营，驻守也是重任。朱将军，意下如何？大将军说的是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都下去准备吧。是。伯吉兄，子尚，你这次不该来啊！来都来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曹爽给你分派的人都是他的兵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！天太热了，赶紧喝碗解暑汤吧。要不是咱们路上来的太辛苦，这仗啊打的就像玩似的，吴军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这个月咱们就能回家了。你不懂，吴军虽退，更该趁势追击，若是此番大捷，可令我大魏三载无后顾之忧。报。禀告太傅，洛阳太傅府来信。肯定是夫人想咱们了。是想我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几位兄弟是哪里人啊？回二公子的话，小人们皆是洛阳城郊的山野之民。那你们是几时被大哥招买为奴的？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小人们因失了田地，前几日才被大公子征召，我们才有幸进入司马家。这几日看你们骑马都颇为娴熟，也会点武艺，练过？小人们靠山吃山，进山打猎，粗略会点。哦，
我们使官满门性命，一定亲手交给石儿。放心，一路小心。是，洛阳见。 坚守营地，坚守营地！保护公子！小心！跟我来！ 军坚守不动。他们到底什么人？他们身穿蜀军军服，自然是偷袭的蜀军了。你当我瞎了？他们是从背后掩杀上来的。 蜀军当时还没破我军防线呢，蜀军一贯狡猾，也许他们偷偷派人潜入，战场上无所不用其极，也不足为怪嘛。那其他人呢？明明已经被我军包围了，为什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？这个夜战混乱，下官实在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？哼！ 下去吧。是。我们的人呢？伤亡如何？怀二公子，死一人，伤一人。 但有一个人不见了，不见了！救！救！大将军。 已经发现你们的身份了。不，即使深陷敌手，他也绝不会出卖司马家。 二公子见谅，小人什么也不能说。明白了。
这样瞒着我的人是我爹。是吉布叔叔在训练你们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猜曹爽这次是试探我们，他一直怀疑我们司马家饲养死士，估计很快就来抓你们了。只可惜我孤身在曹营，无力保护你们。我们也绝不会出卖司马家，大公子交代过，我们只是刚招买的家奴而已。人心呢，可以瞬息万变。二公子如何才肯相信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真的对我们司马家无比忠诚，万死不辞吗？早有誓言。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斩！司马昭，你这何意？他们诽谤大将军不战而退，虽然都是我的家奴，但军法如山，不敢宽纵。你怎么不该杀吗？28个人呐、啊，这一眨眼的功夫他还真下得去手。我本来对何驸马的计策将信将疑，现在好了，可见这些人一定是司马懿养的私兵。这仗没意思，不打了，去长安办正事。仗不打了？不打了。国家正在两面作战，何驸马此时还有如此闲情？丁尚书不闻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你怂恿大将军领兵伐蜀，现在方到兴平，就被蜀军阻挡，不能前进。司马懿伐吴，与淮南大破诸葛恪，这一败一胜，让大将军损失多少人亡？战场区区得失，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你跟司马懿这样的人斗，要寻其命脉，一举杀之。更何况大将军伐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声东击西。
如今我的计策已成，谁还在乎司马懿那点人望？计策？丁尚书，请看，这思养死士的罪名，可够将司马懿满门抄斩了。